我在工作中，请您谅一谅我。麻烦辛苦一下，谢了。我停好了。车子柜门已打开，见包裹，注意别拿错别人包裹，请记得关门哦。这是一辆无人物流车，专为配送快递包裹、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配送服务而研发，主要应用在学校、社区、园区、大型工厂等场景，为快递配送提供更多便利。取件人可以通过手机 APP 实时查看无人物流车的位置。无人物流车通过大数据分析，能够根据取件人的位置，智能选择最佳的配送路线。脑的七倍，只需要0.01秒的时间，它就能判断100个以上行人和车辆的行动意图。我在工作中，请您谅一谅我。如果一不小心，无人物流车与行人相撞，那么它将会紧急刹车制动，保证行人的安全。无人物流车只需要充电4000瓦时，便可以行驶100多公里。它还配备了自检系统。当电量低于5%的时候，它就会自动返回。每辆无人物流车每天可以配送200多件包裹，相当于2-3个快递员的工作量。无人物流车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我们日常收取快递包裹，它不仅随叫随到，还能节省配送时间，保证配送快捷高效。在未来，无人物流车将会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。